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飞将为您带来的《中华那个风云》在加强版的实况对战解说。这场比赛一匹老肖 vs 一匹小小啊，哎呦，好切防，好鬼畜。那这场比赛规则呢，是双方必选两个纯指令头角色，像大门啊，拉尔夫应该不算啊，克拉克呀这种的，是吧？再加上一个随机，那这场比赛就全是肉搏战了。玛丽也算是纯指令头角色，那大家就细敏就好了。虽然说是指定头角色吧，但是八神应该是不允许选的，对吧？这个就太犯规了啊！看一下老肖这边七加胜，哎，是表七，看起来是随机到的。好的，跑刷天地反，哎呦，直接震可以。小小这边的压制也算是比较谨慎，大跳重腿想择逆向，还算是比较激进了。看小小这边也不急，对吧？该进攻的是你啊！好天地反对空，漂亮！起身直接裸，直接凹，凹中就行。那也别管那么多，一丝血。好跳重腿对四二 P 车的外科，这起身赌一个升龙脚有点急了，一丝血。好后跳轻拳啊！这个规则确实是第一次见啊，双指定头角色加上一个问号啊，确实比较新颖啊，这规则。看一下小小这边真气。原地是高跳头，开日劈的摸头，这时候指定头抓空要被一套怼的。后跳星拳速中，轻攻击点杀日劈的裸 AB， 小跳星拳抢空。就只论内战的话啊，这真七打表七绝对是不占便宜的，是吧？这表七拳脚比较凶啊，根本不给你近身的机会。原地小跳躲开日劈的岩石头，小小选择克拉克。不知道为什么小小特别喜欢克拉克这个角色啊，包括在拳皇里边封无限的时候，无限之战嘛那个版本，这克拉克也是小小的主力之一啊。战中腿被却反，两段是延迟点战中腿，萧晨拳这个七加射，好、还想裸，这小小确实没脾气啊，这萧晨拳这七加射什么情况？让人透不过气是吧？这压制，来看一下雅典娜。雅典娜运气还算不错吧，雅典娜这种带波动带升龙特别灵活的角色，打指定头角色呢可以说是手拿把攥。反天假阵虚晃着，但是萧晨拳也不慌，反应过来下重拳切反以后打中对手的受击僵直，在心灵传送出反一波小跳轻拳的超杀凤凰剑啊，反应速度很快，隐藏有吗？有了，竟然小小这手手法还是到位的，打个大嫂过年好，伤害好高啊，夸张啊，夸张。那最后一脚的伤害是非常夸张的。来看双方大门内战，就这个规则来讲，大门基本是必选角色，是吧？残血这手隐藏你就必须给个尊重，这次没成，前冲的头上浮，这波大血反可以，大门战珍惜啊。大门打珍惜的话，这个比赛在九七九八见的比较多，对吧？零二确实见的比较少。大影跳基地直接抢空，超的外科直接抓可以。好的，出云头猜到你会原地直直高跳墙夺我的指定头，下跪门被却反一波。好的，托马斯会先虚晃一波摸头杀对策一批的蓝之山啊，这个蓝之山应该是想对策小小这边下重腿的虚晃，但没想到啊，是一波摸头。好的，三星逆向没了，好，刚刚好，一针不多，他一针不少，拜年掌法，呵呵。来看小小这边最后一个手底角色，这老肖的大门还是稳定发挥的呀，对吧？克拉克登场，老白预设社员了，哎呦，这两个星拳点的什么意思？有点喜感，终极阿根廷攻击刚好带走。来吧，威兹对克拉克。其实只要带走这个大门，这个大门的隐藏秀不出来，那没有什么爆发的话，这指定头内战小小还是不虚的呀。岩石头被原地十只高跳躲开，坏了，猜到你要做什么了。 OK， 伤害灌得很足，那没了。小跳躲指定头，看起来克拉克这个角色虽然说有攻头，虽然说这个角色相比起大门来讲比较灵活，但手底的话还是有点吃力的。好家伙，小小这边老卢什么意思？大跳重腿。哎呦，虽然说老肖这边有 K 四九有八神，
抄杀躲一下波也只能如此了，没什么用。这也不算躲波吧，应该是想打老卢这边追波少年啊，毕竟有老卢了嘛，那默认变成无规则啊，无规则的话裸杀也是无可厚非的。好，连续前小跳的跳星小正逆则，连续点下盘点中，小小今天最好是能直接秒了老肖是吧，直接三连胜，那不然的话老肖觉得要反扑你的。来看一下老肖这边最后一个手底角色八神啊，八神打老卢还是有一战之力的。好，前手重拳，但是没开 BC， 可惜了。前小影跳落地直接裁剪者，我不管你要做什么，只要你动，不好意思啊，没了。哦，有秀气来小小，之前穿三，爽是爽到了，但是之后怎么办呢？对吧？你现在爽了，之后怎么办呢 ？OK， 你看，果不其然。老肖也上到老卢，这场比赛的局势逐渐走向不可控的局面。前跳重腿对策一批前冲带走，看一下老肖这边老卢吧，如果内战输了这局也就崩了。这小小还是很自信的啊，把老卢直接排头，要知道这老卢如果被 K49 换掉，那基本小小这局就可以投了对吧。小小轻小一波逆向中断，小小哇这么凶吗这老卢。最后一个大门有隐藏，有没有说法？哎呀，你看这车的外哥没有脾气，这指令头都被破了。哎呀，又是秒又是穿三，这老肖是可忍孰不可忍对吧，这能忍啥忍不了啊。老肖怎么办？哎，还是把老卢阵中啊，这不首发吗？小小这局也求稳了，而小小这局没有老卢，那不好意思，游戏结束了呀。老肖表示也该我了吧，你爽完了。好，天地反有隐藏吗？没有隐藏，选择阵确实一套隐藏也带不走，但这波不接隐藏下一波还能有机会吗？我在想。哎，这个摘金手好险摘中，好的直接秀全屏隐藏，肖申权杀人诛心。这小小还在对吧，自己在思考要怎么起手，一愣神，不好意思，再想赶过去已经来不及了啊。这个隐藏唯一的破的方式就是在对手隐藏彻底完形之前通过跳攻击抢断，就要玄接开枪，这个位置要被接反。还行还行，目前为止小小还是能缓一缓的，但等到老卢登场估计是碾压的局势啊，那就得一路平推过去了啊。来吧，搬运社社长对战社员，大跳重腿高打低，延迟头被借反没了，看伤害兄弟们，这还是被削过的，记住啊，这还是被削过的，这要没被削过那他不需要这么麻烦啊。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手底角色比利，生不逢时，这要是在一期版打老卢手能把钻，这灵儿风云加强没用。老肖表示承让啊，带着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精彩啊。